今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多数听到血压高或者是血压问题，就会联想到就是我们的血会有问题出现。为什么会有问题出现？其实刚才我们的三剑客其中一个啊，今天他们就有说到了，我们每一天吃的其实也是会造成我们影响非常的严重。因为你每一天吃，可能你会说我今天只是吃一点而已，可是每一天都是这句话就不是一点了啊。可能今天你吃炸鸡，明天你吃那些的嘛，后天你又吃肉骨茶，再大后天你又吃其他东西的话，就变成不是一点一点一点，每一天一点一点就会变成很多了。到底为什么血管会阻塞？可是为什么血管阻塞了过后它会通知我们呢？很多朋友说没有啊，没有收到通知啊，我们还是平常一样啊，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收到 call 还是什么 miss call 没有。可是今天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，到底这个 miss call 你是不是有 miss 掉了这个 call。 我后面这边墙壁啊，墙壁下面这边就有很多败友嘛。不管今天你是做生意，在家也好，在店也好，你附近范围都有墙壁，我相信很多时候你有墙壁的话，里面都通常有水败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家里的水败啊，就是里面藏着里面的水败阻塞了，塞住了过后通不过，水通不过，我们就会造成问题出现了。可是有一些说，可能我的水比较小哦，比较小比较慢了，我们做东西就会慢了啊，啊，冲凉的时候明明五分钟可以搞定的，结果你要需要十五分钟，因为水比较小，这些也是会造成困扰是吗？家里面那些水败阻塞的话，我们会知道是吗？用水慢了啊，怎么样办呢？找师傅处理的，可是也是很麻烦，很多朋友说要敲开啊，要重新安装还是什么，所以这些还可以处理，只需要钱问题。只要有钱，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处理。可是我们身体里面血管如果阻塞的话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也没有通知到我们的话，我们有钱也是可能医不到自己问题，可能来不及去医院医就医。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有看 Facebook 啊，有看报章啊，看报纸那些，全部现在都有很多讲健康的东西啊。当我们遇到血管阻塞通血管，我们吃水果吃蔬菜啊，或者是吃什么加什么，它可以帮助通血管，效果是有的。因为每一天我们有吃很多水果蔬菜，其实也是对我们血管非常好。没有油炸煎炒，没有什么肉的话，动物的胆固醇、动物的脂肪、油炸煎炒的东西比较少，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就比较漂亮。很多朋友会说我平时有吃很多水果啊，吃很多蔬菜啊，所以没有什么血管阻塞，而且很健康，每一天有打果汁喝啊。如果你是有也是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证明你很注重健康嘛。可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今天如果你洗碗来讲，其实你可以用清水冲掉它表面吃过的东西，冲了过后还是有污渍，所以你需要放洗洁精。洗洁精放了过后你也是可以用手来洗，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用 sponge 来洗？因为比较快，效果比较好，比较干净，对吗？如果你是吃水果吃蔬菜，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通血管，效果只是没有这样快，或者它不是针对我们通血管。所以在今天呢，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个产品，它是专家研究显示通血管效果是最好的啊，这个是全世界专家研究显示，而且现在也是有很多医生 clinic pharmacy 医院他也是有配这个产品给病人吃。很多朋友会说我时常有做 body check 哦，我有每一年做一到两次 body check， 有时做身体检查出来报告很漂亮啊，没有血压高，没有胆固醇高，血糖高也没有啊，没有三高问题，非常漂亮。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是非常多，而且我们血管里面是不像我们家里面一条到后面然后上上面，哇，楼上就上上面，没有楼上就没有了。可是呢，我们身体里面呢，从头到脚是非常多的密密麻麻的血管，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身体里面血管有阻塞的话，我们不能只靠医生出来那个报告说证明我们没有血管阻塞，因为我们每一年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，医生或者护士帮你验血的时候，大家要想一想，你要想一想看，医生帮你验血抽血来验时，它是怎样抽啊？
抽一小支而已啊，他不是抽完我们整身体的血出来验，验完了没事放回进去，不可以这样子做吗？很多人他报告出来是很漂亮的，可是会面对心脏病或者中风没有多久啊，可能一个月或者快的话两三个星期面对这个问题，可是他的另一半可能拿着那个报告明明很健康，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出现呢？这边其实可能他就是 miss 掉其中一个 call，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实验给大家，可能你可以揪到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专家研究显示呢，如果当我们血管阻塞的时候，其实它有破我们给我们三个 signal 出来的。第一个就是会麻痹，有没有啊？最近有没有时常麻痹，手脚麻痹问题啊？第二个就是痛的问题出现了。第三个就是某一个部位哦，你会觉得那个功能比较弱了，或者是用不到了啊，这些其实是我们血管阻塞问题所造成的。举个例子啊，这个塑胶圈你也是可以做这个实验，你来卷起来绑在你自己的手，其中一个手也是可以的，你绑到紧紧过后有看到吗？我们血管通不过了，它通不过时候呢，它开始麻痹，开始红肿啊，有看到吗？颜色不一样了，因为血通不过嘛，然后我们慢慢开始麻痹，你再不理它，我忍得住，你就会开始痛了。痛了过后，你再不理它的话，这个手指就不能用了。所以我现在开始感觉到已经痛了，就不要再 test 下去了。等一下这个动不到了啊，因为我们血管走不过的时候哦，我们的那些细胞啊，血通不过啊，就会造成那个功能会越来越弱，或者是不能用了。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会说我会 miss 掉这个 call 呢？其实可能身体里面它一直有给我们谁呢，我们不懂。我们 miss 掉了过后呢，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，血压高、胆固醇高、血糖高，或者是中风、心脏病这些问题一一会发生在我们身体里面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如果还没发生这些事情前，我们一定要记清楚最近有没有时常头痛问题，有痛哪里痛你都要小心了，没有说撞到啊或者是割刀受伤那些痛不算啊。有一些朋友会说无端端头很痛啊，有吗？头痛到很别大喊别大喊，原来是不够钱用，那个不算，那个不算啊，它是无端端会痛的。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后脑痛啊，前面痛啊，上面痛啊，一痛很多朋友会说买止痛药吃，一开始吃一颗或者吃两颗，吃了两颗过后啊不痛了，没有事了，过一阵子又开始痛了。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呢？原因就是止痛药只是帮我们止痛，它没有帮助我们通血管，所以那个问题还是存在，血管阻塞那边还是存在的，它只是帮助我们止痛而已，没有帮助我们通血管。因为我们有很多顾客啊，他们开始是头痛，结果有一些跟我们说他一头痛的时候偏头痛一来啊，很痛很痛，痛到想爆那种啊，一次吃止痛药吃十颗才能顶着那种痛啊，这些其实是很严重的血管阻塞问题，它就会造成我们头会有痛的问题，头晕的问题出现啊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这些就是 call 来的，他会通知我们，可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不懂啊，买止痛药吃了不痛就没有东西了吗？啊，这边呢就要小心了，有一些肩膀酸痛有吗？时常要捶背啦。啊，男士们可能有一些做工啊习惯了啊，啊或者 office 工啊时常会坐着啊腰酸背痛啊，这些也是要小心。有一些老人家上了年纪，他起身的时候，他每一天早上一睡醒起身的时候，他要坐在床那边停一下先，要停，为什么要停啊？他脚麻痹了啊，他讲站不起来啊，要等一下先了，等了一阵子他才可以站起来啊，才可以走。或者是你坐太久，你起身那脚会开始酸痛麻痹，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血通不过所造成的问题啊。所以如果你有痛有麻痹，或者是刚才我讲到的某个部位开始弱了，有吗？那个功能比较弱，怎样讲啊？就是我们看东西看不清楚，有吗？耳朵听东西听不清楚的，有很多上了年纪，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，你就会懂这个问题的。他们听电话是怎样听的？开 loudspeaker 听的，他想开 loudspeaker 他才听到对面讲话，因为耳朵功能开始衰弱了。
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问题，而且有一些结了婚的夫妻晚上不能开 OT 的啊，那个部位血管阻塞就会造成这些问题，就会开始功能开始恢弱。可是有一些他们讲应该是这样的，上了年纪嘛，听东西肯定是有这些问题出现。可是为什么有一般的人或者有一部分的人没有这些问题？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血管比较好啊，血液循环比较好，没有这个问题出现，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有跟没有就是要检讨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现。所以在这边很多人不懂的话，他们就会 miss 掉了，到时有问题出现中风的话，家人就会很麻烦要照顾。心脏病也是很严重，如果你有心脏部位这个痛的话，时常有痛，它不是一点痛，整个左边这边部位有痛，这些都是我们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问题来的。当我们有遇到血管阻塞问题，你不去处理的话，严重三高肯定会找上门，血压高、胆固醇高、血糖高，再严重的话就是我们心脏病跟中风。所以不要到我们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才去要看医生啊，要买保健品吃啊啊，然后吃了保健品后怎么不是马上好的、啊、可是你要想想看，你的心脏病血管阻塞是累积了多少年。为什么血管阻塞？就是我们嘴巴很厉害，哇，哪里有好吃的我们吃，哇，麦不得啦，炒果条啦，炸鸡啊，吃吃吃，动物的脂肪、动物的胆固醇、油炸煎炒的东西进去我们身体里面，慢慢慢慢累积下来的。所以保健品它不是仙丹，它也是要时间去帮助你们通回那个血管。所以在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血管的问题呢，或者血压的问题呢，都可以帮助到就是我们金康的公司的银杏宝。因为专家研究显示通血管效果是最好的就是银杏。所以你们买东西来吃，买保健品来吃，你要知道这个功效是针对什么的啊。我们知道吃水果吃蔬菜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通血管，只是那个功效有没有达到最快的效果。所以这个银杏叶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通血管效果是最好，这个是专家研究显示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累积了很多年血管阻塞了的肮脏啦、啊，啊，我们墙壁里面那些败啊，有吗？上清彩啊，他们讲有水生锈了、阻塞了，这些呢就要靠银杏啊，可是那个就要靠师傅啊，你要找那些水败的师傅去处理，这个就是分别在那边。为什么要找水败而不是找其他人或者自己去弄？因为我们不是专业嘛。如果讲到血管的话，专业就是它，银杏通血管效果是最好，这个是全世界很多国家专家研究显示，很多出来的很多报告啊，如果要放出来的话，很多很多我们都放不完了可能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金康，我们有通血管效果最好就是我们银杏叶，你吃了过后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，如果找到我们血管有阻塞，它就帮助我们通血管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我们的血管阻塞。这个银杏叶呢，它是帮助我们通血管效果最好，胆固醇高、血压高都可以放心吃，吃了过后呢，你的血压会恢复正常，给一点时间你坚持吃了下去。有很多朋友 会跟我们说什么呢，银杆叶我不吃不痛哦、啊，也是有这个问题出现。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出现，你买不管今天你是买我们金康的银杆还是你去哪里 pharmacy clinic 买到银杆，你买了你就记得要吃，吃了以后呢，如果你吃了银束你有收到痛或者是麻痹，有一些朋友 很可爱的，他是告诉我们我不吃不痛，可是吃了反而会痛，这个其实是好还是坏？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样是不好啊， 可能我上班上不到啊，或者会痛啊，不方便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？大家要想一想，如果今天你吃了银杏它有痛有麻痹出现在我们身体里面，给我们知道我们那个部位血管有阻塞，它就是给我们谁呢知道可能你还没通，可是你吃了银杏后它在帮你通血管的时候，通血管那段时间它会有痛有麻痹是正常的。我可以说我到现在为止银杏我是没有停过的，因为我们男士吃肉比较多，如果出去买饭或者是出去打包说就吃也好，你去杂菜饭看男士们拿菜就懂了的，男士们通常
最少最少啦，大部分都是两肉一菜或者三个肉也是有，甚至四个肉也是有。吃肉会比较多的朋友，这个其实银杏不可以停啊。你停了过后，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管可能慢慢开始阻塞，我们不懂，严重的话包血管、心脏病、中风这些问题，其实都会一一找上我们。所以不要到我们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才想起我们家里面或者我们哪里才有的买这个银杏叶来吃，那是可能也是有帮助，可能不要到最严重我们才想起，我们是要预防啊，预防胜于治疗。